好啦，有一个好严肃嘅问题问两位嘅，我先问新郎哥先。叫你嗌多啲餸啦！恭喜曬，恭喜曬！多謝多謝。你愿唔愿娶 Iris 作为你嘅合法妻子咧？好靓啊你！真心嘅，真心嘅。即系琴晚我都其实虽然瞓得好冧，但系我都系好兴奋，好紧张。放心啲，冇啊兄弟，冇啊兄弟。阿杰有一次问我点解会拣佢嘅，咁咧佢话因为靓仔，咁我都觉得系有少少嘅。